主料石斑鱼500克，辅料紫苏叶30克，葱花、姜、料酒、生抽、糖、盐、胡椒粉、蒜末、老干妈一茶匙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石斑鱼去掉内脏及鱼鳃等，洗净，用盐、胡椒粉抹匀全身，内脏里放姜两片，鱼身上肉厚地方切一下，别切断至鱼骨处即可。热油锅向石斑鱼煎香两面，然后加入用蒜末、料酒、生抽、老干妈、糖以及一点清水调成的料汁，小火焖约三分钟，然后加入切成丝的紫苏涂在鱼身上，继续焖约5分钟，收汗试味，最后撒点葱花即可上桌。烹饪技巧：石斑鱼具有健脾益气的药用价值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